歡迎收睇《成日手機》，石 Sir。係。誒，港股本來諗住嚇二七八、二八二啊，夢遊啊嘛，之前話咁遊下遊下，二七五都冇埋咯喎。冇啦。哎呀。會仲要落頗多㗎。仲落頗多添啊！啊。一個嘅可能發生嘅消息。係。可能㗎嚇。嗯。就會喺六月二十六號。六二六咩事咧？啊，等陣講。好。好嘛。咁睇下個市會碌到去邊度先啦，馬石上。好啊。嗯。咁啊，大家睇睇個市先啦。咁原先起先就話可以起碼喺呢度嚟到穩定一下啦。咁啊，即係喺呢度咁樣。咁之後現在咧就肯定唔可能噶啦。嗯。係應該唔可能噶啦。咁啊，國企指數咧又落到去一萬點到嗰邊啦。啊。咁啊，上證指數咧，暫時而家好似喺二萬八、二萬九都浮沉。聽我估計都係守唔到嘅，九千呢個亦都守唔到嘅。道瓊斯個二萬六到嘅話，都會冇噶啦。哦。嚇。咁啊，然之後再跟住日 K 嘅話咧，就呢個應該喺現在而家呢個水平咧，都會冇噶啦，落翻去二零八或者之下噶啦。咁美匯指數咧，應該會升穿九十八嘅。日元同 yen 嘅時鐘咧，應該會翻翻去可能係一一二呢邊嘅水平，係啊，或者係唔會嗱，對唔住啊，唔係一一二啊，係應該落翻係一一零之下，以至一零八水平。哦，好淡啊！唔係淡，係因為呢啲嘅市場嘅因素咧，係由於其實。是早咗嚟嘅啫。哦，系咪都要嚟噶啦？系咪都要嚟嘅？嗯，吓，系咪都要嚟嘅？咁等阵会解释一下，咁就知啦。好啊，好啊。咁就系、好，好，石 Sir。之前大家都将啲焦点放落关税度啊，加关税，加关税啦、啊。呢轮唔系啦，加完关税冇嘢搞喎、搞华为喎、一早好早嘅时先咧，喺呢度我想讲贸易战嗰个问题咧。是個假嘢嚟嘅，唔係打錢，唔係打錢，係打國運。係，講過多次啦。咁啊，國運之後，跟住之後就打匯。嗯。咁啊，匯因為匯同國運咧係會黏埋一齊嘅。咁啊，到到耐唔耐嘅時唔覺意咧，可能仲會有啲少少埋牙嘅。嗯。咁當然咧唔會大埋牙。係。咁啊，一定會點咧？你美國佬如果撩過嚟嘅話，就喺我範圍之內打你。哦，就我唔會去出擊嘅，即係點咧？演習咁樣啊？唔係演習，即是咧，我唔會去撲出去打你。美國佬而家撲出去噶嘛？嗯。啊，咁如果你好簡單，你再嚟依個喺依個我領海範圍之中，我打唔打你啊？嗯。裏邊就梗係咩啦？係啦，即係一定會咁樣嘅。咁即係你喺出邊咁行嚟行去嘅話咧？哦。即係條走廊度行嚟行去咧？來你唔破係嘛？咁冇噶，呢個係唔可以打嘅呢樣嘢。嗯，係。係咪啊？咁除非我而家即係中國收翻台灣。收翻台灣之後咧，咁台灣海峽咧，哦，就你唔可以入得嚟啦。嗯，係。咁即係而家未收翻嘛，係嘛，所以就冇得好搞嘅。嗯。咁至於你話要唔要收翻台灣咧？嗱，我真係唔敢講。哦。真係唔敢講。唔係不嬲。係咪要武統台灣？係唔敢講。嗯。聽埋先啦。好啊。六月二十六。好啊。一陣再講咩事啊？再講。係。好啦，咁啊，第一件事講華為。咁啊，好簡單啦。國家安全理由呢樣嘢嚇，咁啊列入呢個出口管制名單。咁呢個其實都唔單止係咁嘅，以前喺呢個美國同蘇聯嗰陣時候，都係將佢咁啊有呢、這個即係 Qualcomm 嗰樣嘢咁啊，即係列入啲名單度。以前都有啲嘢係唔俾輸去中國㗎。嗯。有啲好大型嘅係啲影印機都唔准輸去中國㗎。咁點解大型影印機唔准輸咧 ？A4 張紙點樣印一張？印支火箭的是圖紙呢、哦、是吧、即是維帝弟佬 見過的最大型的影印機是27尺。哦，印什麼那麼厲害啊？27尺難道印這個什麼？難道印這個成績表嗎？是。那些就以為當然是印這個是、導彈、因為我見過機的時候是航天。哦即係當時叫陸基部，即時係今時嘅航天部。
咁我去睇嘅時，始終咧都係咁樣嘅。依、這個嘅車咧係封曬嘅，我都唔知道去咗邊度。哦，去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咁跟住俾佢睇睇，只係睇咗嗰樣嘢啫。嗯。就咁多。好啦。咁啊，翻嚟呢度啦，唔好講嗰啲啦嚇。係。咁啊，再跟住咧就係商務部咧又話即係幾多日啦，幾多日，幾多日，冇嘅，唔會嘅。我翻放心啦，唔會嘅。哦。即係完咗嗰九日就會嚟噶啦。冇噶啦。點解佢要俾你九日咧？因為佢俾你九日咧，就係因為佢而家。好多已經美國啲嘢已經用緊華為嗰啲啊，哦，要俾佢，俾你換換，嗯，咁可能九日之後仲可能會延遲啲嘅，不過唔好認為呢一個咧係會就係即係話鬆招，嗯，係咪啊？冇得傾嘅，冇得傾嘅，嗯，有一樣嘢有得傾，有一個條件即係有得傾，咩嘢咧？等陣講講嚇，咁啊，所以咧就點樣即係嚇？使到咧，即係華為又唔可以用到 Android 咁乜乜乜咁呢啲咧，呢啲已經係小事啦。哦，小事添啊！小事咯。係。啊，咁樣啦，搬誒講就話針對華為管制人咧，嗱，數月前2月2日，嗯，點解陰衰咧？擔心呢樣咧一直冇執行，因為怕呢個擾亂咗貿易談判。佢擾亂貿易談判咗，當佢簽咗之後咧，佢一樣執行噶。哦。點解咧？因為美國安全部門關心心，特朗普會以放寬華為禁令嚟換取更廣泛嘅貿易談判成果。嗯，即是話你放生華為去攞貿易談判成果。嗯，咁你認為而家現到呢個階段冇需要咁做啦？冇需要咁做啦。嗯，係咪啊？係。所以好簡單。咁當然啦，我哋都可以有一樣嘢講嘅。如果突然間中國簽曬所有貿易協議嘅話咧，嗱、華為嘅禁令會部分取消，嗱部分取消啫喎、哦，不過一定會加翻落去咧。華為嘅好多嘢咧就壓制華為再繼續增長，到時華為咧將會係一個係冇手冇腳係嘅公司。嗯，咁你認為華為啲人會唔做咧？其他啲人會唔做咧？嗯，好啦。咁啊，佢話亦都可以亦都等等等等樣嘢。其實呢個唔係嘅。唔需要，嗯，啊，唔需要，啊，唔需要你啲嘢嘅，唔關事嘅，都唔關呢個事嘅。即係如果係打國運嘅話，就根本唔係呢一樣嘢噶嘛。係，啊，好啊。再其次就是、美國封殺，即係九日個令已經做好準備，都冇乜嘢啦。後續經濟供應困難有備份，一個備胎咧係有，即係我講點解亦都可以係冇。嗯，等陣講講。唔會排除咩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大家報紙見得多啦。嗯。嚇、啊，咁啊，華為咧的而且確喺5G 嗰度係做到好多。之但係華為而家只係攞咗同埋中興攞咗，大約全世界喺5G方面大約46% 到嘅係專利啫嘛。嗯。你仲有其他冇噶嘛？你仲有好多你啲專利係需要靠其他啲美國同埋日本嘅或者英國外國嗰啲。一啲嘅產品係達到上嚟噶嘛，嗯，係嘛？咁先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基本嘅專利就係有腦冇手。咁啊，再跟住你睇到，除咗華為之外，仲有海康威爾啊、大華股份啊、大疆啊，乜乜乜樣嘢都咁犀利。咁其實你知唔知呢度依間？唔知，應該有成13間排緊隊。哦，嗯。咁啊，中國主席咁啊，你睇一個稀土，稀土係咪一個好好嘅反擊嘅嘢咧？有少少，即係唔係全部分。嗯。啊，咁所以呢樣咧就叫攬住死嘅啫。係。啊，咁啊，稅局咧就話即係會集成電路等等一樣嘢咁咧，要即係寬免減税咁樣。咁之但係有嗰件物品先啦，冇件物品我都冇生產就冇税噶啦，係嘛？係。好啦，咁啊，高盛話如果中國全面封殺 Apple 嘅產品咧。Apple 每個盈利將下跌3%，咁啊 Apple 部分生產始終中國，中國有能力加以限制，因此要遷出中國咧，呢、這個 Apple 產業咁負面衝擊，咁會唔會有呢樣嘢做咧？會唔會啊？兩睇哦，聽講講，嗯，咁啊，大摩就話，如果對餘下嘅中國貨品徵税咧，將會導致全球經濟衰退，退眼噶啦、美國未必會對呢啲物品徵税嘅。哦，佢只要打冧咗華為就得噶啦，系，因為對呢啲物品徵税咧，係對美國產生一個好唔利嘅影響。哦，都傷害自己啊！
啊，傷害到自己嘅，我有單有講究。咁啊，中國好簡單啦，家大財積。嗯，好，係嚟到呢度，好多嘢要講啊，石 Sir。好多嘢講。誒，六月二十五號嗰日應該係禮拜六嘅，好似唔知禮拜六定禮拜。睇睇先啦。嗯，咁上下你等 check 話俾佢知。咁去到之後咧，點解第一件事一定要去咗日本咧？呢個期間入邊，嗯，因為日本嘅新天王係上場。哦。咁第一件事咧，梗係要見見日本嘅新天王。咁點解就唔係個天王去見佢，而係佢去見個天王咧？即係始終你都係要嚇俾啲面人咧，人哋王啊嘛。係。你又雖然霸王啫，係嘛？嗯。人哋 real leader king， 咁佢見佢時鐘咧，佢亦都要第一個係見佢。係。因為咧，即係話呢個係新嘅係外交關係開始。話如果你中國佬去見咗佢先嘅時鐘，佢點得啫？所以日本亦都會知道嘅。佢一定會係要俾特朗普見咗日本嘅新天王，然之後先到你其他豬等人去見佢。係咁樣，日本方面咧，基本上今年係預算邀請兩國嘅元首，兩個國家嘅元首國嚟嘅。嗯，咁其他你自己湧過嚟就算數啦，係咪啊？係。咁一個咧就係呢個特朗普，另一個就係應該中國嘅習近平啦。嗯。咁特朗普已經發出嘅行程咧，佢第一晚。或者好多晚唔係住喺依個嘅係迎賓館嘅。哦，住邊度咁巴閉咧？住酒店。哦，點解啊？點解你唔係住皇帝預俾你迎賓館咧？嗯，因為住俾皇帝迎賓館唔方便做嘢。哦，驚人聽咩？唔係驚人聽咧，因為到時特朗普咧，只係見下即係打下。波啊，打下同意啊，即系同呢個日本首相嚇啊，即係安倍即係打下高爾夫球啊咁，打高爾夫球做乜啫？嗯，係，係咪？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可以講嘅，打高爾夫球咧就唔好俾人哋監聽。嗯，係，即係唯一一樣嘢可能咁解釋啦，係咪啊？係啊，啊即係因為空曠地方啊嘛，咁真係咪真係可唔俾人監聽？我都唔知。哦，即係現在科技我又唔知嘅啫。係。咁啊，不過我唔知點樣，我冇嘢俾人監聽啊嘛。嗯。我要噏嘅嘢而家喺度噏曬啦，係咪？係。咁佢去到嗰陣時做嘅時鐘有一樣嘢，佢第一晚估計佢第一晚，嗯，係揾齊曬所有日本嘅係商界代表，哦，重要嘅商代表，嗯，應該一個咧就係即係 Panasonic 嘅，嗯，即係松下，係一個應該係孫正義。嗯，系唔需要见多噶，哦，见呢两条友仔，见呢两个之后同佢讲咩咧？封杀华为，系唔单止要封杀华为，嗯，仲要封杀中国嘅好多嘅系企业，哦，系将会点咧？凡系喺呢个日本，嗯，因为日本咧的而且确喺中国有好大嘅投资，系日本对海外投资有60%喺中国嘅。嗯，咁好多呢啲咁嘅嘢，就唔該你翻返嚟。哦，唔可以再做。嗯，係。唔單係華為嘅，你放心啦。哦，整個中國。整個中國。係。因為最主要有樣嘢啊嘛，你如果其他嘅時候，你仲俾你有一個米糠都有得食嘅話，嗯，中國佬好銀噶嘛。哦。東山再起啊嘛！米糠有得食咧，就可以東山再起噶啦。係，佢而家連咧米糠都冇得食。嗯，咁其實佢最點咧，係製造一個廣泛失業潮。哦，咁你咧就社會又不穩。係。中國有冇個制應到嘅方法咧？有。點咧？第一件事，加強依個嘅係維穩嘅措施，即係警察方面先。哦，係。第二樣嘢咧，就最近成立咗有依個係副總理級去領導嘅。所謂嘅就業小組，嗯，得唔得啊？有冇咁多公開啊？得唔得嘅時鐘另計，不過係睇到呢個問題，大家都要即係我諗你知，我諗到你做乜噶啦？係，企喺擺定啦，係咪啊？你掃我腳，我咪遞高只腳咯。嗯，係，係咁噶嘛。呢個必然嗱，咁呢度咧，大家去做。當然中國你話要去依個維穩，同埋要想去做依個係創造就業機會，係困難嘅。嗯，係困難嘅，因為你好多工廠係依個執笠咁樣樣嘢。係。咁喺呢樣嘢，所以點解之前嘅時候中國已經有樣嘢就係搜查下查糧食我有幾多？嗯。因為對於中國嚟講，最緊要一樣嘢夠食先，飯先係夠飯先食先。
係嘛？咁你以為美國佬一定到時會賣依個咩俾你㗎？一定會賣大頭好恨賣俾你啊？嗯。對北韓都制裁啦，糧食禁運啦。嗯。對北韓又唔止淨係依個咩嘅喎，唔係淨係依個其他原油啊咩等等呢個呢個問題，糧食都禁運嘅喎。嗯，係。係咪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佢一定會做足嘅。咁做足嘅時候，咁你中國嘅話，我想問你，你點樣傾嘢？冇俾人撳正傾喎，而家。係啊。咁你如果傾嘅時咧，而家大家都好清楚知道，中國點解會唔可以接受嗰樣嘢咧？就係、是、美國佬有一樣嘢啊嘛，可以查數啊嘛。係。你啲企業如果接受咗國家補貼嗰啲咧，佢查你國家企業對呢啲嘢嘅補數補即係補助，同埋你嘅補貼嘅話咧，你係呢啲補貼嚟做咩嘢？嗯。如果你補貼出嚟都出口俾美國嘅產品咧，冇所謂。嗯。即係對鞋咁啊，補貼多幾蚊咁樣，梗係幫歡迎啦，因為美國佬賣平嘢啊嘛，係咪啊？即係如果你話走去，哇唔係喎，你出去俾依個其他等等樣嘢做啲等等啲美國佬認為咧會影響我挑戰到嘅嘢，咁唔得。係。咁美國點解一定要針對華為及其他一系列嘅其他嘅公司？嗯，呢係咪諗科技公司？係啊，暫時係啊。呢科技公司，如果你揾到佢哋嘅所有嘅 office 總部咧，差唔多係或者附近總部，同香港好近。哦，邊度咧？深圳南山係華為、大疆同埋咩啊？誒，仲有一間唔記得，都喺深圳南山區嘅。嗯，係點解？因為呢度咧係中國嘅主要嘅一個係知識或者科技技術嘅基地。嗯，係係勁過杭州嘅。嗯，因為呢度咧係真正有實力生產嘅。嗯，杭州係搞應用嘅。哦，呢邊係製造硬件出嚟嘅。嗯，亦都有軟件等等樣嘢，有硬件一定有軟件噶啦。係。啊，咁喺呢一方面嘅話，其實佢最主要打殘呢樣嘢。嗯。中國又唔係唔知道呢個問題嘅，所以點解要將深圳嗰個嘢咧輻射出去？所以要搞大灣區。哦，咁樣。大灣區係要搞高新科技嘅。嗯。係嗱，你唔好俾我睇死美國佬啦！遲少少，連你中國嘅醫學生物科技，佢都要制裁你。嗯，係好簡單，一棟都冇啊！因為你嚟緊嘅以後人類嘅需求係咩嘢咧？一、嗯、就係、是、你嘅係所謂啲手手腳腳啊，嗯、做得到啊，咩飛得到啊，咩嘢嗰啲咁樣。係係樣嘢，你老噶嘛？哦，內在啦，內在啊嘛。嗯。咁所以喺呢啲嘢時鐘咧，如果你到時鐘，哇！如果中國佬到時製造咗有個長生不老藥嘅話，咁、哦、廢鬼事賣俾你手機啦。嗯，係鬥命長啊！鬥命長，唔係你美國佬有錢都綁銀咯。嗯，哦，啊，每一粒藥賣幾多？嗯，十億，你俾唔起啊？嗯，大把人買啊。係咪啊？係，係咁簡單。啊，咁之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一定會揾得到咧。呢、這個第四個競爭。係除咗未來嘅競爭，一定係喺科技同埋醫療方面嘅。嗯，係。咁你呢樣嘢嘅競爭咧，所以中國喺呢個大灣區係搞呢兩樣嘢為主。咁美國佬如果要同你做阿一哥嘅話，佢點能夠第時科技手機贏你？即係硬人條命短過你啊！哦，係咁都係輸。唔得噶嘛，係係咪啊？咁、嗯、你都唔係第一啦。嗯。咁而家暫時香港第一啦，哦，香港人最長命，係啊，咁、嗯、所以呢樣嘢嚟講咧，你會揾得到，到時將來會揾得到嘅就係喺去到某個階段，喺6月26日之後，嗱個25日咧去到之後咧嗰晚咧，應該就揾咗呢啲日本嘅企業公司，跟住唔該你第日通知，係，所以點解現在松下已經唔俾呢個嘅係向同華為咧斷供？喺啲物業鏈噶啦，即係有啲供應鏈噶啦。咁再其次，呢、這個孫正義佢投資咗個 ARM 個啊，英國嗰邊亦都唔俾咗呢個係呢個所謂嘅底層結構係俾華為、嗯。而華為嘅底層有好多個備胎嘅樣嘢，都係用嘅 ARM 呢個物品。哦，冇啦噃。係啦，咁點做咧？嗯，有兩樣嘢。第一，你接受。嗯。你永遠係要俾我美國監控你嘅發展，嗯，應該唔得啦嘛。
你監控我，你去發展。嗯。你一樣做得，嗰樣做得，嗰樣唔做得，嗰樣唔做得。嗯。咁你永遠咧都係為美國方面嘅係，唔係人民嘅商家服務。係。咁你用中國做唔做到啊？唔得啦。唔得嘅話，咁原來會點樣啊？嗯。假設日本係要自中國全部撤資，等等嗰樣嘢，好話唔好聽。特朗普你現在要嘅所謂要係對嗰3000億唔徵税，嗯，你要佢真係對中國好咩？因為原來3000億入邊咧，淨係以三嚟講，美國入口嘅三有33%係嚟自中國嘅，係。現在啲三係冇徵税嘅，嗯。如果要徵税嘅話，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啦。咁嗰25%肯定落咗去美國消費者，嗯。咁你個 CPI 咪升咯？係。咁 CPI 升嘅時鐘，咁你就將會揾到聯邦儲備局要加息定減息咧？嗯。好難做啦。係。咁所以佢認為一定會出現一樣嘢，點做咧？就話首先揾揾呢個係 Amazon 去其他度買衫咯，嗯，其他度做嘢咯，唔再喺中國做。咁呢啲嘢做法就咩？就係削弱你個係就業職位啊嘛。係啊。係嘛？咁啊削弱你就業職位嘅時鐘。咁啊，等你咧就可以走去依個咩啦，就即係減少依賴。咁佢可以加你嘅關税，而佢啲衫唔使加嘅時，因為佢已經可以走咗去第二度做啦嘛。嗯。咁佢咪可以就係唔影響咁多佢美國人嘅生活嗰、那個 CPI， 咁而可以就對中國加以制裁咧。嗯。所以點解嗰度嗰個3000多億一直由舊年嘅八月嗱，舊年八月加2000多億嘅，係3000多億一路都冇做到。不是對你是皇恩大赦，嗯，未搞掂啫，佢未搞掂自己一樣嘢。嗰陣時真真正正咧就係殺敵1000自損800，係。咁之前嗰件嘢好多時咧係廠家美國廠家中間商啃咗嗰個嘅係成本負擔，同埋咧由人民幣嘅貶值，嗯，大概7%又啃咗佢嘅，係。好啦，咁而家中國嚟到將會點做咧？假設你係中國，有兩樣嘢，係第一服從於依個美國。嗯，嗱，美國唔單止會要求你，佢睇你嗰樣嘢嘅喎。哦，佢仲會一定要求你政治改革。嗯，啊，無數傾啦，一定要政治改革。嗯，一定噶。嗯，冇啦，方案二啦。傾唔傾？傾唔傾？中國傾唔傾？嗯，係咪啊？係。所以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嗰樣嘢咧，嗱呢個華盛頓共識同北京共識，我由喺舊年嘅時鐘咧一打貿戰上，我就話呢個咪出現呢樣嘢咯。係點叫呢個華盛頓共識咧？華盛頓共識就係開放市場，嗯，依個開放金融，我美國就踩入嚟，係投資你嗰度，嗯，咁咪控制住你咯。假設華為有70%嘅股權。嗯，是由美國控制的話，是。喂，你認為華為會不會很大隻啊？大隻啊。超大隻。大隻啊，是啊。是不是啊？是很簡單的。嗯。很簡單的。又不要以為我講的話是亂噏的。哦，不會發生是吧？因為華為呢，曾經很艱難的時期呢，嗯，是曾經開過會。是。是話賣俾美國公司嘅，嗰陣未開始嗰啲嘢啫。唔係，人哋美國公司肯睇得起你，就梗係證明你已經有嘢啦。哦，係。我唔記得係4000多萬啦，因為幾多億咁樣嘅，嗯，就賣俾佢。咁當時咧，協議文件全部係咪簽好曬？係。再到最拉尾嘅時之中咧，嗯，再開咗次會，啲人話唔賣。哦。華為內部話唔賣，連文件法律文件都草擬好。華為上邊話唔俾添。唔係。嗯。係個團隊話唔賣。係。係俾少壯派話唔賣。嗯。係咁簡單嘅。係。咁，華為現在喺未有呢啲咁多樣嘢之前，點樣應付咧？咁我又專門講講一樣嘢俾大家知。哦。仲應付到？唔係一定應付到，不過。聽完之後，大家應該會對
反中反港的人士，嗯，醜是怎樣呢？有個朋友他認識華為有些不是很高層、啊嗯、即都是中高層到、啊嗯、很久沒有跟他聯絡，在這件事發生之後打個電話給他，在那裡說喂、什麼情況啊、嗯、那天跟他說了幾件事，是第一中興事件之後呢，他已經前線開工是996、嗯、996是、嗯、全部做，他說如果再給多兩年時間我們，美國佬壓不到我們、嗯、現在就沒有了兩年時間、哎、是的，美國佬所以就壓你咯、嗯、那即現在要怎樣做，全部備胎上馬盡量去做、嗯、現在每天都是996是、嗯、星期六星期都照做的、嗯、就是這麼簡單。咁呢個講完之後好簡單啫，你勤力啫。係。一啲中高階層同公司簽咗約，嗯，必要時兩年唔攞人工。哦，共度時間啊嘛。兩年唔攞人工。嗯。因為要點樣做咧？因為呢個係侵略。哦。好啦，咁當然啦，你話佢必要時係咪啊？咁好簡單啫。還有一件事，是港大和深圳是合作的醫院，是港大深圳醫院在華為的板田這個區、嗯、華為裡面的基地之一是設有門診，是方便華為的人、哦、近一點來看，不用去那麼遠、嗯、設立這裡的時候說蝕本都做，哦，因為你喺度嘅時鐘，啲人可能未必過個病噶嘛，可能，係越捱越精神噶嘛，嗯，啊，即係你有樣嘢，咁同埋你有一樣嘢，你估真係收到好貴咩？係，梗唔會啦，分分鐘可能二診噶嘛，嗯，我點知啫？咁啊，不過嗱呢兩樣嘢，係喺中國嚟講咧，係一定會有個總動員令，當然係咪可以動員到動員咗十幾億人？不知道，不過一定有部分的人在這裡。那我又覺得有一件事，中國的是含量很多這件事，是不需要一定去上街，好像五四以前一百年前五四運動那樣、嗯、上街整標語沒用的，是被人看整標語沒用的、嗯、怎樣回家、哦、做什麼呢？努力做你自己本分、嗯、是努力做你自己本分，就是這件事了。我講努力做自己本分的話，我又講幾樣嘢。係，咁啊，今日會稍微講多少少，唔係依個嘅係股價嘅嘢。不過、嗯、究竟香港人都要諗噶，香港啲廠家，喂你點做啊？嗯，係啊。而家咁喎，點搞啊？好簡單啦、啊，有一樣嘢，一你唔做，你咪執咗佢咯。嗯，最簡單啦、啊。嚇、啊，最簡單。嗯，如果你要真係要做落去嘅話，你要做一字咩咧？一個字。一個字叫做優，嗯，優良的優，是。但有十幾年前，差不多都可能二十年前了，當時就訪問楊超，即是做牛仔褲的，嗯，咁佢一國內人士落到嚟呢度做，咁人人都穿牛仔褲，咁點做得到咧？咁，咁其中有一樣嘢佢諗到，哇！你又呢班友仔越嚟越肥佬噶啦，嗯，所以佢做啲褲叫幾大都有，哦。啊！俾啲肥佬褲著嘅，你先由呢度開始殺你嚟上街嘅。嗯。咁後來之後當然要做得好啦，咁樣。咁佢做嘅時候，佢點樣做到嘅？做嘅時候將佢幾樣嘢嘅啫，人冇我有。嗯。人有我好。係。人哋冇嘅我有，咁我咪贏你咯。嗯。人哋依個有嘅，我要做得好咯。嗯。人好我優。哦，再好啲。更加要做得好啲。嗯。咁人哋都做到優，咁你點做咧？是我走，要轉型。哦，係。所以楊超佢到到咁上下，佢唔穿牛仔褲啦，而家仲有車嘅。佢、嗯、轉型做咩？哦、就係、是、買咗依個而家喺尖沙咀以前郵局嗰個地方嗰度，咪、嗯、佔咗北京道一號咯，收租啦做咩？哦，係。轉型啊嘛。嗯。係咁簡單。嗯。啊，咁當時啲人好唔明白，哇！點解做穿牛仔褲嘅走去？嚇、啊！再起間屋出嚟咧，咁樣呢、嗯、個轉型。當然佢仲有冇其他轉型，我唔知道。不過起碼
在這件事裡面，如果他現在還扯牛仔褲的話，我想他真的捱到鹹豆，競爭大啊。好了，開咗其次，我又講翻我自己個人。哦，點咧？可能有些朋友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以前咧係曾經做過電子錶嘅。係。咁啊，電子錶嘅時鐘咧，首先講講啦。全香港第二大。哇！唔少嘢。唔少嘢啊！嚇，咁用幾多尺嘅地方出嚟做咧？1000尺地方。哇！可以做到全香港第二大。系。當然我唔係以數量計，而係以個出口量計。嗯。當好多一邊其他同行賣緊7蚊兩個錶嘅出口價時，我哋賣70蚊一隻錶。美金。係，美金。當時美金對港紙係5.8。係。咁點解你要做到咁多咧？因為好簡單，你唔好同你爭。一些低級產品啦，我哋做的客人有咩咧？包括咗有一，有些現在仲有嘅，係瑞士鐘錶商，嗯，名牌子嚟噶，係我現在都唔好講人哋嘅牌子名，哦，佢哋喺我哋嗰度做，我哋做個 OEM， 嗯，係個 OEM 啦 ，OEM 到99%咁滯，你哋即係一樣啦，係。另外呢，美國 Timex Texas Instruments，我一樣去做。還有歐洲的首飾錶，我一樣去做。首飾錶賣多少錢？270多元美金著，270多元著，你現在計上來，而甚至當時是5.8-6元都好，千多元、出口價而已，回到那邊的時候問幾千元的啦，是不是？為什麼會有一樣好呢？因為很簡單一件事，當很多我們那時候同行的行家，我們行內行規是給 3% 的零部件和 reject 的，我們做到 0% reject， 零廢品，是零廢品。咁有些行家他做的時候 3% 呢，其實他搞出來可能有 7% reject， 咁你咪睇睇，而家你有 reject 的話呢，啲 cheap cheap 牌子咧冇所謂嘅，係咪抌咗佢咯？即係如果係啲瑞士名牌子咩等等樣嘢咧，一到 reject 咧，你壞咗你嘅名聲嘅。係啊。所以去到我哋 0% reject， 咁你走唔甩我，呢個就係優。咁所以我哋好簡單，就2-3年到，只有1000尺嘅地方，起間寫字樓到1000尺地方，做到之後咧。就可以買到大概4000尺的廠房，哦，是2-3年時間，是就可以得了。咁點解咁樣？係一個優字，係能人之所不能，冇法子噶，唔可以鬥價錢嘅，係有陣時候我哋需要鬥，即係最終你係要揾到顧客嘅需求，整個華為係揾到呢樣嘢嘅，是找到顧客的核心價值，是服務於顧客核心價值，這個華為需要做到。華為將會要做的是什麼呢？我自己估計下，我自己估計是可能是放棄了手機啊，不做什麼，不要說我什麼，我現在儘管這樣說、哦、華為可能放棄手機是做什麼做呢？做什麼呢？其實4G 是改變人的生活習慣，而 5G 不是改變人的生活習慣，是改變社會的經濟模式。因為很簡單， download 到劇出來，嘈一聲，快過我眨眼已經 download 了到劇出來，是那對個消費者有什麼得益呢？不是嘛，是不是？因為在那些情況之中，你要找到的就是說你而家屋企有幾多部手機？你自己一個人各位觀眾，一部兩部，我都3部啦。哇，係，係咪啊？咁你一定會有噶嘛？咁好多人時裝有幾兩部手機，咁手機咁多時點啊？咪要廢燉嘅咯。係嘛？唯一煩你就成日要插電。係。唯一最煩就要插電。好啊，即係
最主要做的是商業是物流，即物的物物網、物聯網，同埋一個互聯網是商業上用的。例如，所有的是依個嘅係碼頭，運貨，係無人駕駛，係唔能可以自動可以去搞？嗯，喺依個嘅係工廠入邊，所有做嘅嘢係唔能可以係好容易地可以搞到一個透過5G 嘅網絡可以搞呢樣嘢？嗯，咁咪得咯，因為你一定要用呢樣嘢提升嗰個產業嗰個效益。而不是提升你個人的 entertainment， 打機打快啲，哦，呢係把鬼咩？係，好簡單啦，我三個機啦，我從冇打機。嗯，係啊，你邊要用呢啲乜嘢？啊，係。咁喺呢樣嘢入邊嚟講，其實最主要就係喺呢個物聯網等等樣嘢，係加強嗰個工業上面嘅應用。當然仲有一樣嘢，軍事上嘅應用。係。打的飛彈快過你一秒啊！你死咗我都未死啦。嗯，係啊，你都未撳掣嘛，係咪啊？係啊，咁所以呢樣嘢咧，當然你如果用呢啲嘅話，你對所有零部件嘅要求，你會減少咗。嗯，係。不過喺整體嘅社會其他嘅經濟效益係你會提升。嗯，係。所以我估計華為，你手機你又唔賣我啊嘛。嗯。又乜乜物物啊嘛，你都唔俾我起網站咩樣？咁你中國可以起啊嘛？係。咁你啲嘢少咗之後，我咪用少咗嘅嘢嚟到做咯。嗯。咁我做嘅做咧，就用喺一個關鍵點上，可以提升到個國力，提升到經濟嘅轉型換代。嗯。所以我估計華為就一定會咁做。哦。咩？唔係一定會咁做，可能會咁做。邊度轉型轉得咁快啊？華為一直都有，哦，天津已經係有一個5G 嘅港口，嗯，嗰個叫魔鬼港，係有鬼嘅，係因為佢冇人，哦，啲嘢可以周圍喐嚟喐去嘅，咁咪有鬼咯，係喺四川亦都有啲廠係已經係咁樣，嗯，係嚇，咁當然你話會做的時候我沒有人，那些人就業才會死，不是，因為最主要用的東西的時候代替了什麼，就是那個工人那個做事的那個準確度，哦，因為人有時候好像我這樣眨下眼，那就是做錯事的嘛，是，是吧，那機器不是的嘛，金睛鋼眼，哦，是吧，是，那在這件事來說，這個是最重要的物聯網、互聯網，係。咁你話，喂，嚟緊去2020年，仲有一鑊好大劑嘅。咩嘢咧？就係 Internet IPv4。嗯。係。咁只係而家咧，中國已經係做緊 IPv6，呢個亦都係一個係世界嘅標準開始做。中國現在 IPv6咧，大致上有一個26% 到啦。嗯。係。用咗26% IPv6，咁點解？因為 IPv4係完全美國佬控制嘅。IPv6 咧就可以係公開嘅，嗯，就唔會受你嘅控制。呢、這個就所以中國人好講嘅叫彎道超車。係，不過你而家係咁喺度啊，夾硬掹住，咁冇法咯。嗯，你掹住我都係要去噶嘛。係拖慢咗咯。拖慢咗，一定係拖慢咗，冇法㗎。嗯，係咪啊？係拖慢咗。咁即係你拖慢嘅時鐘，中國點解一定要繼續做呢樣？因為只要我繼續做呢樣嘢嘅話，我日後呢個技術我保存住，因咩做啫？好簡單，非洲，嗯，你話非洲好窮喎咩？係好窮，嗯，你慘多過有資源嘛？係，係咪啊？嗯，咁你第時嘅時候，我好簡單講，你第時做件衫，你收我關税啊，收我25%啦，嗯，即係如果能夠將成本控制低25%嘅話，又做得好過你嘅話，咁你點做？嗯，都要買啊，都要買噶啦，係。咁中國又可以有幾耐時間可以做呢樣嘢？3年到。都要捱三年喎，都要捱三年，因為起你好多嘅嘢，你要現在要轉過去，喺越南做好咩都好，佢做唔做到咧？佢可能做到件衫出嚟嘅，係好簡單講。曾經嘅時期之中，
很多牛仔褲的單是去了石蘭，去了斯里蘭卡的。嗯。因為那裡的工人的人工是$2一日的。哦。1995年我去美國一次的訪問入面之中，去到墨西哥和美國邊境交界的 El Paso 的地方，見他當地一個是政府官員，是貿易官員。這個地方就等於就今時的沙頭角。他跟我說，他說咦，我們現在那邊墨西哥呢，就是那邊的工人呢，就大約是$4一個鐘頭美金。嗯，是。啊，這樣，就是等一樣東西，不過我們很難請工人，這樣。咁佢話：咁你哋嗰陣時幾多啊？咁$4個鐘同美金啊！咁一日即時8小時計，$4，即係啊$32啦，$32美金嘅時候，再乘翻當時，我當佢乘翻呢個7啊8啦，都係港紙咁計啦。嗯，係八咁樣，咪即係324/240咯咁喎。中國當時喺深圳嗰陣時，係$600一日一個月。嗯。人民幣係當時人民幣冇咁貴啊，咁佢即係已經計到條數好簡單嘅。咁我點 compete 啊？我 yes，how can you？ 嗯，係咩啊？好啦，到後來斯里蘭卡嗰度咗，佢$2，嗯，$2即時咧$16一日啦。係咁，喂，呢個係大約係90年代喎。嗯，咁深圳嗰啲工人因為佢$1000+一日喎。咁你問問所有牛仔褲應該去曬嗰度啦，係啊，嗰陣有一間叫 TriStar 廠嘅等等，嗯，即係佢一批嘅做唔到。哦，點解咧？因為突然之間咧，潮流興咧牛仔褲側邊開個袋嘛。哦，係喺大髀位開個袋嘛。嗯，一般牛仔褲叫 five pocket， 嗯 ，five pocket， 你揞下就是、5個袋嘅，加到第6個袋咧，佢車唔到喎。嚇？點解加多個袋？斯里蘭卡的工人車不到，車不到就車不到，適應不到嘛，所以那批那些單是回到中國做，哦，不懂變通是吧？我只可以說就是車不到就車不到，我又不可以說別人不懂變通，是，可能學習需要多些時間，那在那裡他們突然就回來，那批牛仔褲單就回來，即是所謂6個袋牛仔褲單回來，是。咁而家你可能好多時中咧，你會有啲呢樣嘢。點解就係因為你技術上面都掌握到，所以掌握個技術好重要。嗯，好啦，咁我將我而家又咁講，美國同中國繼續打，兩個經濟體去打。嗯，中國會唔會差咧？而家睇俾人撳住啊！我都唔知而家今日講嘢，留翻下個禮拜講。係，講兩句啊！1985年，嗰陣時我仲係做緊展覽業嘅。嗯。其中有一個叫係機械展覽 ，Machine Tool Industry 嘅 exhibition。嗯。咁就喺美國，睇下有咩參展商嚟。係。冇。哦。冇人做呢樣嘢。冇人做呢樣嘢。嗯。唯一間咧叫 Cincinnati， 係 Austria 嘅過嚟嘅。咁其他以前啲 John Deere 乜剩嗰啲係咪都冇曬㗎啦？點解咧？嗯，因為喺嗰陣時嘅時咯，美國人已經冇人做機械仔、機器仔。嗯，佢如果將好多工程咧外判咗出去出邊，係同樣現在好似中香港咁樣，香港而家仲有冇機器鋪啊？嗯，以前機器鋪就有個攞床喺度，攞咁樣。大角咀啊，咩嘢好多呢啲咁樣嘢，係而家冇曬嘅。嗯，真紅呢間廠都係喺香港啲咁地方攞出嚟噶嘛。嗯，而家真紅啲廠已經去咗內陸啦嘛。咁所以香港係咪學唔到？嗯，國內嗰啲工人咧學到。係呢個係 Krugman 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家，佢講嘅。我哋好多嘅所謂嘅生產技術喺個 factory floor 嗰度學嘅。嗯，喺工廠度學，你冇衣車，你就唔識車衫噶啦。係，你冇個攞床，你就唔做機械仔。曾經有香港官員問一啲朋友：，喂，你將間製衣廠搬翻嚟啊？咁嗰個人好簡單嘅，得，我可以大約翻嚟請2000多人㗎。嗯，不過咁，你揾到
二千幾個車衣女工俾我。嗱，我唔要阿婆嗰啲，我要陳寶珠年齡咁嘅喎。嗯，係。講完啦。因為你冇個工人啊嘛，你冇咗個 factory floor， 冇咗個工廠嘅平面，你班人就冇咗你技藝。現在你叫香港啲人，喂，揾車衣女工嚟啦，都唔知邊揾啦。係。嗱，當然啦，你揾啲八歲嘅婆咧揾到㗎。哦。十八歲嘅小朋友咧，你揾唔到，因為第一佢又唔會做，嗯，好低 B 嘅工作。係。第二樣嘢。冇人教，唔識做，係咪啊？剪線頭你都唔識剪。係。香港而家好多學生成日都講，我哋要搞呢個創新科技。第一件事，揸個錘仔先啦。嗯。啲人連揼釘都未識揼，揸個螺絲批都未識擰。嗯。咁點做創新啊？係。冚唪搞創新就喺個腦度寫個 app 俾你喎。呢個叫有腦冇手咯。美國就係遇到呢樣嘢。嗯、所以他做很多樣嘢都要外判出去俾人做。係，中國點咧？係有手，嗯，都有腦啊。我哋唔係，我哋成日都係做緊呢樣嘢啊嘛。中國點解有手？因為好多機械仔。嗯，我仲有好多機械仔。係，呢機械仔喺邊度嚟咧？就由呢個係紡織中國紡織工業部嗰邊過嚟。嗯，因為當時咧，亦都係中國冇外匯啦，亦都禁止你買外邊嘅嘢啦。所以中國很多紡織機咧係自己做嘅，係好曳，好鬼嘈，用到不用到，嗯，所以佢做好多啲嘢，仲可以好多啲出口去俾啲落後國家，落後國家嘈咪嘈咯，嗯，還掂耳都聾鬼咗咯，係係咪啊？咁咪繼續做咯，咁所以佢咧呢班機械仔咧可以做到出嚟。喂，你做只航母，嗯，你靠咩啊？靠機械仔啊嘛，係。系咪？嗯。咁我而家舉一個好簡單，淨係講航母呢個例子。中國有三個船廠可以做航母。係。英國冇，德國冇，俄羅斯冇，嗯，烏克蘭有，叫黑海呢個係船廠。即係由於美國佬同呢個搞烏克蘭嘅時候，東烏克蘭嗰班忍者咧就冇飯食。嗯。咁啊。船廠自然又冇人做航母艦啦，如果唔係都唔需要將只亞良格號賣咗俾中國啦。嗯，係，係咪？咁即係中國一到佢哋嗰陣要執笠嘅時咧，就喺嗰度啲工人咧全部請曬過去中國。哦，有埋技術，連家人都請埋過去。嗯，點解中國喺呢幾年入邊做航母嘅技術，做其他嘅咩嘢技術咁勁，超快展發咗？有人才咩？嗯，係。美國曾經想去搶呢班嘅巨民啦，想去揾呢啲咁嘅人員嘅，去呢個黑海，即係呢個黑海船廠嗰度做，慢咗，係人哋已經請曬啦，嗯，咁啊得翻個船廠喺度，咁嚟把鬼。美國點咧？有一間叫 Newport 嘅係呢個船廠，佢可以做到航母艦嘅，嗯，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咧，可以36小時鋪一條龍骨。現在搞你都搞唔到啊，因為冇工人。哦，嗯，係，就係咁簡單。居民係呢個曹德旺，係做嗰做汽車玻璃嗰間廠邊間，嗯，唔記得邊間。佢嗰邊都有設廠，咁嘅時鐘就揾佢有樣嘢，起先就雄心滿志去到嗰度揾唔到工人，有啲工人要70歲嘅。不是17歲，70歲，為什麼？年輕人不來做，其他沒有技術，70歲以前做過。嗯。郭台銘，他說走去搞這個的是，這個設廠，在這個美國，都找不到啦。嗯。因為不肯做嘛。是。所以他為什麼一定現在要退回去，去回印度啊，去回城啊，那些這樣子做？因為那些人呢，當他能夠入到間工廠，他是上進了嘛。嗯。你現在在美國那些，他去回工廠做，叫 downgrade 了嘛。是啊，怎會做啫？即係而家我叫你個仔個女去工廠度做學師仔，你做唔做啊？你而家話俾佢知啊，做乜鬼啊？冇出息啊！老豆養你啦，係咪啊？嗯，就係咁簡單。所以長此落去嘅話，美國係有腦冇手。嗯，中國最想要就係將個手繼續喺度做得好，再跟住運用個腦。你有手有腦。嗯，我可能需要捱3年。
十年、三十年冇所謂。係人生的而且確係唔係好多個十年？不過國家嚟講係以千百年計。嗯，今日你咬我一棍，只要我唔跪低，嗯，係仲可以企得起身，磨得到地，嗯，我就有朝一日可以上翻嚟。係。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樣嘢嘅，唔好咁多即係賣國策啦。哦，係係咪啊？啲反中反港咧，搞嚟搞去嗰啲咁咧，死方你唔死嘅咁樣。嗯，哦，咁就冇得好講啦。係係咪啊？五四運動，一百年前五四運動都有好多賣國策㗎。嗯，係係咪啊？啊，石常頭先你講啲咁長線嘢，咁短線咁點睇咧？華為冇得搞咯噃，好困難。係。好困難，雖然啲工人，雖然佢入邊有工人話可以同你兩年攞人工去捱，咁之但唔可以二十年攞人工噶嘛，賣唔到賣唔到啲嘢啊，唔係有啲嘢就唔係噶，係可以慢慢去做呢個發展噶，嗯，即係嗱講個慢慢即冇法子噶，呢個你睇係好多方面嘅嘢嚟嘅，嗯，係，即係我阿媽成日都講有一樣嘢，又憂有柴，無米煮。又憂有米無柴賣，嗯，你有柴冇米，米要柴，水咧就當係即係必然可以有嘅，嗯，咁你都要合成有柴同米先有飯開噶嘛，係，是但冇得飯嚟嘅啫，成日冇得飯你唔得噶嘛，嗯，所以你作為電子產品係有一樣嘢，所以點解我話佢縮細咗個縮細嘅戰線咯，嗯，係縮細戰線咯，淨係搞工業嘅嘢咯，嗯。冇問題啊！咪搞工業嘢咯，因為5G 基本就係要搞工業嘅嘢，係唔係咁多依個咩嘅？唔係咁多依個所謂私人嘅嘢，即係私人嘅又打機快啲嘅啫，爛開啦。嗯，係。咁我以前又點搞啊？如果咁嘅話，冇噶，冇得傾啦。我唔覺得有咩點傾。嗯，即係嚟緊六月嗰陣時又話哦會見面嗰啲都特朗普啊！講了幾多串話我嘅咩？一月又係有得傾，三月有得傾，四月五月又六月有得傾。係啊，有朋友有剩啊。有冇得出嚟啊？冇啊嘛。因為點解佢要求有一樣嘢啊嘛？我可以查數。係。你所有發展以後咧，就咩？我睇實你。嗯。咁已經傾唔埋啦，係嘛？即係依個意思就係咁樣樣。我哋屋企廁所嘅咧，就裝個即係瞭望鏡。哦。監察器。係。裝個閉路電視，好唔好啊？咁你啊，梗係冇所謂啦。都唔得，係有咩所謂啊？麻甩佬，嗯，哎，咁樣樣。咁即係你家眷咧，嗯，唔係可以咁噶吧？係，哦，係嘛？你可以查數喎。嗯，咁樣樣，咁我以前又搞到咁樣樣，咁嘅事啊，真係。所以華為呢單嘢咧，其實。如果中國簽咗嗰貿易協議之後咧，華為呢單嘢都係要出嚟嘅，都放心啦。嗯，係。點都要搞啦。放心啦，點樣？之前你搞住中興啦，拉咗慢慢收，所以慢慢收嘅時候，我一早已經講咗坐監啦。嗯，係。做列女啦。嗯。仲有呢個叫慢慢抽啦。嗯。嗱，唔係我而家咁講啊，即係以前咁樣，以前我喺度講過噶嘛，坐監啦。嗯。連而家任正非都話。冇問題啊！個女佢已經預咗一樣，有曬準備啊！喺監獄度讀個博士出嚟，嗯，繼續效力啊，係繼續效力，咪繼續咯，係咪啊？咁啲監獄嘅時間好用啊嘛，嗯，係，咪讀書咯，哦，讀個博士出嚟咯，咁我唔知讀咩啊，可能讀個電子博士啊，哈哈，美國佬佢真係幫到你唔少，誒唔俾你讀啊，到時又係，梗係唔俾你讀啦，揾人兩中間揾啲人丙到你。豬頭柄咁都得啊！嗯，係嘛？咁點算啊？有時而家去到你話仲會低好多喎、啊，我真係唔知道。唔係先彈氣啊，係因為未曾有華為呢單嘢之前咧，你仲可以有啲叫反彈咩嘢咁樣。嗯，即係華為現在出完呢單嘢之後，你認為你係中國嘅即係領導層，你接唔接受啊？唔接受啦，唔接受。咁跟住會點樣啊？股市梗係要呢個咩嘢啦？
咁全球經濟一定會衰退，係一定衰退，因為突然之間好多投資收翻翻嚟啊嘛，嗯，好多嘅產品嘅時突然之間冇咗啊嘛，物價一定會升嘅喎，嗯，係，因為產生少咗啊嘛，嗯，你搬緊廠啊嘛，嗯，係，你搬屋嗰陣時啊，嗰餐啊你都出去食啦，係係係慶祝啊，廚房咪慶咩祝啊？廚房未開得攞爐，哦，焗住，係。你一定要出去吃的嘛，所以你咪影響到咯，嗯，係咪啊？所以大家要注意，經濟會有衰退，美國會減息的，係，通脹會上升，嗯，我哋有呢樣叫滯漲，嗯，你咁未來就冇好景啦、嗯。我唔知道，我已經講完咗六月二十六號可能發生嘅嘢啦。嗯，之前呢？嗯，之前，嗯。哦，點樣？摸鼻哥咯，嗯，走得摸冇鼻哥，即係一走都未叫最慘，估計唔係。嗯，當然啦，我唔知道噶，可能到時特朗普即係到時話俾你知，啊冇問題啦，誒算數啦咁樣，因為我驚住我自己啲嘢有衰退有成嘅時鐘。哦，即係我話俾你知唔會嘅。係，你啲數又未反映到啊，個市又未反映到啊。特朗普其實會有一樣嘢，因為佢背後有十三個軍師，好多人淨係睇啊，你得萊特希澤咁樣一樣嘢，唔係啊，十三個軍師都係對華鷹派。哦，喂，咁啊，冇計啦，要咁話。咁啊，係，咁啊，大家繼續嚇。咁啊，另外主要講多句啦，有一個咧最鷹嘅，而家去緊呢個係歐洲度撩緊事嘅，叫班農啦。嗯。佢話點啊？其實。整件事最重要就一定要打殘華為。哦，係啊，係啊，緊要個，緊要個啊！緊要個貿戰。係啊，其實點解？即係講完咗啦，人哋一早係咁做啊。諗係咁諗啊，嘢。諗係咁諗啊，部署係咁啊。係。係咪啊？所以你都仲話講貿戰啊？依我將你俾啲錢你啊，俾啲錢，佢哋買得到。你使咩嘢？美國佬使恨你啲錢，我印出嚟咁嘅錢，你俾翻啲我印嘅錢俾我，哇！不如我出去發咁快啲佢印出嚟，我已經有啦。嗯，係，係咪啊？所以你解決呢個問題嘅話，你要知道點解我唔知道成年過去嘅時候，個個人都好多人對貿戰呢樣嘢認為有貿談呢樣嘢，嗯，即係荒謬咯。樂觀啊，樂觀啊，係啊，而家就悲觀啊。即係如果你一定要去睇到，你明白到事物嘅本質，嗯，係啊。當然啦，特朗普咧，佢會有一個時期之中會咁嘅。嗱，有兩樣嘢佢一定會咧。突然之間，美國入邊有呢個嚴重嘅天災。嗯。第二樣嘢，咁啊天災係咩？可能係 Yellowstone Yosemite 嗰邊咧，砰一聲爆出嚟。哦。係嘛？第二樣嘢咧，就係股市跌得只狗咁樣樣。嗯。係。啊，咁啊跌幾多叫跌只狗嘅咩？跌三四成啦。哇！唔止只狗咯。啊。係。跌三四成啦，因為跌三四成嘅時鐘咧，咁就揾到咧所有好多個人咧，美國啲人民咧。嗯。佢就會出現到，因為佢哋四零一 K 嗰陣收咗之後嚇，即係佢哋嘅強積金啊嘛嚇，唔見咗橛啦。嗯，點解啊？哦，打貿戰啊？嗯，唔好打咯咁。嗯，有民怨啦。嗯，啊就係咁啦。咁即係而家唔係啊嘛，特朗普有嗰個民意嘅支持度回升翻啊嘛。嗯，所以呢度佢咪覺得自己有本錢打咯。嗱，所以咧，而家一遇到有呢兩樣嘢嘅話，特朗普即刻會變態嘅。嗯，係。咁中國佬會唔會變態咧？我估計可能性細咯。嗯，係。嗯，現階段大家嚇儲住錢先啦，等下先啦。好，唔該曬石 Sir。好。嗱，想重温翻石 Sir 手記流咧，歡迎到 hkt.com 嘅點影區。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